行嘞，请坐。大家好，我先甲大家讲一下吼，我台湾话，我台湾人，但是因为各种的因素吼，我台湾话讲得无啥水吼，啊，所以会掺一寡迄个中国语，哦，请各位原谅一下。这个能不能回到前面？我今天是想要讲的是咱台湾的农业问题。其实咱看咱台湾的农业吼，还是真发达，但是内底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的一寡人爱甲。解决的问题哦，是真困难。但是你要行1000里的路，嘛得行出第一步哦。所以我今日就是想要甲大家讲一个方向哦，啊，咱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行出去。啊，我的专业是哦，畜牧甲兽医哦，这两个。啊，咱的农业问题内底较比较严重的吼，就是这个动植物吼，咱再来一种的动物啊个植物哦，渐渐在消失。你会记咱我做囡仔时阵哦，咱到处拢会看到迄个水牛、黄牛哦，啊，迄个猪，那猪就能讲通颈。哦，美容种吼，啊，前两天一直无去，啊，即马即所看的拢是安尼真大只的牛，还是真大只的猪？因为大家拢讲哦，迄个大只较好，啊，看咱的水牛，还是迄个黄牛吼，较细只。你看咱即马台湾有即个羚牛，即种美国种的，真大只。但是，咱袂使袂记哩一项代志，咱即马在台湾所有诶，也都是在来种吼，你米也相共啊，即寡蔬菜也相共，尤其即个上届大家可以知影诶，就是吼，你想看卖咧，咱以前诶甘麦面，番茄，是安尼。不大粒，但是真甜。咱的土白啊，一粒你家叫做半斤块的，还是胖公公。但是你即摆所食的白啊，有安怎大粒好看头，但是有味无？无芳味，啊甜味也无。啊，大家拢讲迄是改良种，我讲拢毋对，迄种是改恶种。那干嘛病嘛需要干嘛？是安怎你知嘛？像我安尼讲，因为咱在地在内种都是经过自然的十几百代的淘汰，我能够自然淘汰，留下来的东西。啊，派龙一停一直淘汰嘛，自然安尼，所以老天爷给我们的，这好东西。啊！但是你看，我用细只歹看头，啊！即嘛一只，甲你改个吼，那些芹菜嘛是小刚吼，但迄个芹菜是安尼细长，但是吼，迄味足重的，足芳的吼。啊！即个家庭的内底问题就是安尼，就是即个在内种哪来哪无去，即嘛。1989应该是86的时阵吼，我有参加这个国建会啦。啊，迄阵是我唯一提倡就是讲，本土种一定要留，
不管动物植物，哦，袂使好无忌。啊，伊就大家拢甲笑，你知无？诶，像农委会的人嘛是，啊，即摆讲迄个话，迄应该淘汰掉的，应该要拿大的来改良这样了。但是我坚持讲一定爱了。差不多十公斤，我才发现着讲哦，咱的水牛，即摆全岛有剩下吼3000只，拢是台东迄个东面啦。哎，一个体验所的所长甲我讲，讲哦，迄个是原来是你提倡的，哦，因为迄当开始，政府开始哦，在保留这个咱的再来种的了。啊，鸡啊，羊也有啦，迄种是爱去迄个。试验所才会当看到。你看我咱即摆肉鸡，我想大家无啥爱食啦，大家拢爱食土鸡啊，吼，土鸡啊肉较好食较香。所以这点哦，大家都爱注意吼。啊，甲农药，咱的都市里到处可以看到吼。洗肾，啊，肝癌啦，这个拢甲这个农药有关系哦，大家得爱注意哦。可能这个咱的肝癌吼，可能是世界有名的哦，洗肾咱的是世界有名的，太多了，先不急，不应该哦，因为咱。用真济农药，你看咧，迄个水果很漂亮，但是这拢是真济农药滴下来滴。啊，所以咱有讲，捌听讲，种菜讲，因家己要食的，家己去种一工吼，啊，拢无用这个农药，但是要摕出去市场卖，就家己怎样，怎样啊？不爱喝汤食啦，啊！这一部分有咱消费者的责任，是啥物？就是咱大家拢爱看好看头啦，哦，水水的，啊，汤食都不爱。其实汤食就是表示讲无农药啦，那应该爱甲这个卖菜哦，咱该要求讲有汤食的，嗯，以后人家会想要卖这个有汤食的哦。啊，这较少用这个农药啦，嗯。啊，这个小功能地，这嘛真严重，哦。即嘛一寡农民咯，我假如咱这里电脑位农民咯，请原谅，但是啊，我可能会批评到吼，但是我凭良心在讲话，所以我希望搞原谅的。这个小功能地，这日本嘛是安尼，真严重嘞。啊，即嘛，以为给你补偿啊，政府给你补偿，啊，补偿啊，即嘛农民变作他懒惰去嘞。反正我小工啊，都钱通啊摕啊。啊，其实这农的这个技术哦，在逐级去做，咱才会当得到新的一路。哦，越努力会越得到好的东西。但是即摆日本也可能比台湾较严重，啊，台湾是拢对这是日本后壁在行啦，哦，啊，所以即摆很多农地拢收工，啊，日本哦，伊现在收工，因为有钱嘛，啊，有钱嘛去亚洲去，比如说美的话，去泰国个去买，吼，啊，俗俗个一张买来比。家己做的是迄个什么 cost 吼，都比较高，都比较贵嘛，是吧？啊，但是你若做政府官员的人，别给你讲代志。你一旦有这一旦被就是世界哦和平的时代来的，
啊，真正的是你要买，不一定当买到。而且遐个小工地、农地，怎奈不得？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工业地形啊！啊，当大家有几日你需要买种物啊的时阵，你无土地啊，来不及啊！所以，咱都爱想咱家己的问题是啥物？哦，袂使看日本安尼，安尼就对因安尼。啊，这个小工地其实哦，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讲特产，咱即马这个市场的主要就是牛、猪、鸡，哦，这拢是用这个美国式的饲料啦。啊，这个饲料内底主要是个大豆。啊，个玉叔叔吼，一、那个方便，啊，有迄个麦啊。其实这个咱台湾吼、哦，不应该用这啦，因为咱的农业真发达。啊，用咱的农业产品来做咱的饲料才对。哦，啊，但是美国真方便呢。反正有钱去买来，啊，安尼唔免讲艰苦啊，就得当饲吼。但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大太阳，啊，有雨水，啊，土壤又肥沃，哦，啊，咱无必家己努力，安尼安逸的去买外国的珍贵的饲料，啊，这有直接老天爷会生气，我给你这么好的条件呢。啊，你无要努力是吧？所以日本，他一当差不多输入吼、哦、3000万吨的做饲料的谷物啦，3000万吨哦，啊，这用一当啦，啊，饲牛、饲猪、饲鸡，这三种特别个重要，万一。你若讲发生战争，人家咧封锁起来，或者是美国甲伊讲，你爱听我的话，你无要听，好，我无必俾你食物啊，怎么办？我一当你的畜产都崩溃了，我都成立，台湾也是安尼，台湾人也讲封锁起来，看你怎么办？难道你要用那个飞机载这个饲料来吗？不多啊，所以咱还是要感谢老天爷哈，给咱这么好的环境，咱都一定要努力。所以在小工地其实可以做一些哈，一些饲料，一些谷物。土豆也好啦，哦，番薯也好啦，嗯，啊，迄个豆蔻啦，吼，啊，含几千嘛，这种也是做咱的饲料的。啊，这农业废弃物都是安尼啦。为了咱以前有甘蔗，臭甘蔗以后，甘蔗味吼，迄牛会食了。像这种废弃物吼，其实。不应该在那个半山里，应该可以加工作为的饲料的添加物。哎，日本一个琉球大学的一个名誉教授叫新城教授，伊就是用这个甘蔗味，在那个把它做成饲料添加物，真出名的教授啦。啊，咱台湾绝对不输因啦。一定可以的，所以我现在台大的那些后辈，我都给这个打卡称，一定要加油，不要太安逸的，大学教授就是要为农业教授，他为这些农民放在念头，也要努力，因为咱的条件太好了，哦，袂使
变成半大人。啊，今日诶，哦，是的，是的，哦，啊，今日我要讲就是我讲的我的专门吼，脱伤跟受益内底，即嘛所面对的问题，哦，啊，这里安怎严重，安怎艰苦，你知无吼？咱在想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假如不能解决的话，吼。至少咱大家缓解一下，一步一步来。啊，即我今仔日的题目就是反对现行的法定加速传染病预防法。这世界有一个法律叫做《法定加速传染病预防法》，这法定都是有法律制定的，讲这个传染病、那个传染病、那个传染病。那得到那个病，他有一定的方法来解除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就是现行的。啊，我是反对。哦，我实在讲，一千，你要行一千路里的路，嘛得踏出第一步。无人在讲，但是我想。我相信这个法律一定要改变才会使哩，哦，所以我即马向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跟我踏出第一步来。啊，我将我的经历，我写伫遮吼，我就是日本大学教这个兽医传染病啦。大家若讲动物的别，大家都想讲口蹄疫，哦。其实动物病不是跟他口蹄疫，口蹄疫其实不是可怕的，哦，但是大家弄这里不好的印象，我刚刚也提到，哦，啊，这个，我是这个赖比瑞啊，我国底下负责这个脱伤计划，哦，我这次要跟大家表示讲，我对这方面不是乱讲话。所以我才我经历个下底价，啊，即马这个亚洲三阳自由会哈，这个这是表示讲我即马以前我是对这个世界的问题我是真有趣味，就是我即马唔是啊，啊，可能对这个亚洲有趣味，啊，咱亚洲的问题哦太急了，吼，啊，亚洲的问题就原来是咱的问题，啊，咱的问题原来是亚洲的问题，所以我即马。已经老了了哈，把精力集中在亚洲，哦，所以其他的娱乐我都无趣味，和别人遐年轻人去搞，那我就先那个身边的台湾、日本，哦，其他亚洲的这个国家的问题。啊，我直接开始来讲一下哈，咱台湾的。脱伤病的位已经多。1997年哈，咱大家也记得发生这个第一口蹄疫。其实吼，这个口蹄疫本来是主要是迄个牛跟羊啊，伊个病呢。啊，但是1997年在台湾发生这个口蹄疫很奇怪，伊专门在攻击哦，攻击猪啊。但很少听到这个事情，而且为什么这样？我以后我再跟那个中国的专家，我再给他套出来，因为我知影讲这个病是对中国来的，哦，啊，1997年以前为什么台湾没发生这个病？啊，1997年以后再发生，因为1997年以前。尤其是这个威权两蒋的威权时代，你根本无法度通偷渡，哦，还是迄个偷偷运进来一些大陆的物啊，哦，啊，其实咱大陆哦，中国大陆，迄是迄个动物疾病的宝库，
这以前咱台湾甲日本甲韩国，这个家畜的畜产品的卫生度吼是同等的，所以咱的米啊，咱的迄个是上界有名就是猪。啊，日本的猪肉消费哦，差不多50%是对台湾输出的。啊，伊就是我那带迄个烟肠啦吼，啊是一寡猪肉干吼，摕去日本迄个朋友，哦，伊真欢喜到要死，哦，啊，真真好食。但是1997年以后就无大啦，因为咱有课题，啊，日本无，啊，韩国也无。啊！但是，因为咱变成这个口蹄污染国家了，所以咱的物也袂当提出来，袂当提出来的理由，就是他都阿在讲的这个法规规定的啦。啊，这个咱讲口蹄啊，大家拢知影口蹄，口蹄是什么？伊个特征就是只，伊对对来个口一嘴啦吼，蹄子一脚啦吼，这个英文名叫 foot and mouth disease 吼，啊，简称那个 FMD 就是这样吼。啊，伊这个病是专门吼攻击的偶蹄动物，偶蹄动物就是牛、羊、猪、鹿啊，就是迄个蹄吼有双蹄的，啊，马是单蹄动物啦。所以这边被攻击，这个马，干那嘞，迄个开车吼，脚开车这个动物叫 OT 一二，偶数的吼，叫做 OT 动物，伊专门攻击这個，啊，还有它还会攻击象，哦，但是主要就是这牛羊猪，啊，鹿啊是大概是拢伫迄个自然环境，咱个不啥知影。哎，病原体就是叫做病毒，这个 virus 哈。啊，咱这个世界吼，讲有这个病毒，这个微生物，最先的发现的就是这个口蹄疫病毒。啊，这口蹄疫病毒很微妙，它病毒本来是你在扩大，用显微镜扩大10000倍以上，你才可以看到的东西，啊，一点点的看到。啊，迄内底，这个口蹄的病毒更小，它是最小的一个。啊，伊吼，甲你攻击的是，伊病变产生在吼嘴啦，哦，啊，甲这个蹄会腐烂掉，所以吼足疼。所以感染力可以说是病毒的里头吼最强的一种，但是也杀伤力吼。死亡率并不高，主要出现在老的或者是细甲，是安怎你知无？就是因为你嘴烂掉，所以这细甲迄个婴儿啊，像伊啰袂当受灵啊，所以拢饿死。啊，这个老的呢，因为脚疼，哦。袂惊咯，啊！在那围堆遐，啊，袂当食草，啊，都饿死了。主要是就食来的，其实你个血里吼，大部分拢会恢复。啊，但是迄、那个他都讲迄个法规规定说，你来感染这个一定要杀。这个国际国体的国际疫情哦，以前吼，隔离世界，你大家看这吼，拢我有安尼看，大家都一旦了解，我写真侪字一只吼。伊将世界吼分作清净国跟污染国，啊，清净内底伊佫甲你分两种，细分两种吼，伊就是讲。你拢无打疫苗，啊，但拢无发生，未发生，这个口蹄，这个叫做非接种
接种就是打疫苗的意思了。而副院长就说没有打疫苗清净的，这是最高身份。另外一种就是你打这个疫苗使它没有发生，这个叫做接种清净果。但是虽然用这清净这两字，但是你要接种疫苗的话，虽然你不发生，但是国际上还是给你认定说你的污染，所以这个是灰色的，灰色的清净。另外一种的污染过，就是像野放的状态，像非洲啦，或者是那个东南亚几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不法度，一直放在那里发生吧，发生自己都自生自灭。这感受这个情况的，就是有这个在巴黎有一个国际兽医事务局，这个单位在这个感受，他给你判定说你是污染，给判定说你已经清净了，都是这个。这里哈，所谓的这里非这种清净的，大概就是弄畜产立国了。那像纽西兰、澳洲哈，或者是畜产大国像美国啦，啊个EU的澳洲哈，日本的国家啦，这是非这接种清净，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接种清净或者是污染，台湾呢属于这里啦。我刚刚提这个台湾的情况哈，这里反正凡是你来接种了，或者这些本来就是污染的这国家的畜产品哦，你别再拿出去做国际贸易，他不允许你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畜产立国，也不是畜产大国日本哦，在整个亚洲里头，看他一直清净，非接种清净，他拼命要维持这个身份。理由我刚刚也讲，对我来讲哦，日本在亚洲时哦，荷兰做。派的这个模样啦，其实伊那听咱的话吼，咱都较舒服啦，整个亚洲情况会好一点吼，他管理就在吼，所以目前韩国、台湾咯是接种清净果，本来是做非接种，1997年以前。台湾是非接种清净国，所以台湾的畜产品都可以出去。一直是你若去要撤出去外国嘛，你去菲律宾场，有一个农委会一个单位在那个地方，你个拖一个证明单，提去对一个国，你拢会使撤出去。为什么要将这个？他都讲讲这个世界安尼分安尼吼，疫情区这个理由吼，就是伊个前提就是讲防止家畜传染病，通过畜产物的国际贸易啊，由污染国接种清净国侵入这个非接种清净国，然后扩散掉。这个侵入非接种清净，这非接种清净国，他都有感觉到。都、就是遐个好业国家啦，只有遐个好业国家才会当维持这个哦，因为你要维持这个非这种清净国吼，要花很多钱哦。我记一个咧，我大家听哦，1960年代，在这个中美洲发生吼，从低个非洲低温。以前台湾有叫做普通的叫做低温啦吼，咱大家捌听。但是有一种病叫做非洲低温，这个病是
可以说是第一边来的上个惊的啊，可怕的啊！啊，伊这边哦，在这个中美就发生。啊，是安怎呢？中美就已经是大部分除了这个巴西以外，拢是西班牙属地了吼。啊，所以因这个以前的宗主国家的属地，这个飞机哦往来真频繁哦。啊，西班牙有这个非洲低温啦，啊因爱食这因啊做这个烟枪哦，因在做烟枪，这个、西班牙式的烟枪，嘛是按铁的铁来这个南美洲、中美洲，啊，咱咧村咧吼，拢个是落地咧菲律宾个电话，粪扫桶，对啊。开始团去，啊！真嘞，中美洲开始一直团，下一个像上面一直团哦，下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对美洲、北美洲啦，北美洲就是美国加加拿大啦，哦。所以美国政府足紧张的，叫这个中美洲的国较紧来爱扑灭，而且扑灭啊，那里找。爱杀呢？哎，家畜拢安那一杀，哎，你杀一只都爱政府在个赔偿一只的钱。啊，但是迄个国家，你咱知影，咧东美洲、南美洲，唔是好个。因讲我们没有钱可以做了，做扑杀工作。按只一直办公，一直拖去个，要去入去北美洲的时，别个政府在讲。啊，无我替你做啦，怎样？派一堆迄个专家去中美洲，那开始一直杀人啦。检查有阳性的杀，阳性的杀，啊，这动起来，啊，这费用拢美国个出来，美国政府出来，阿拉伯吼，真正入美美洲吼。一下子弄传染过，因为呢，美洲的中美北美洲的低呀、啊，对这个非洲低温，其实啊抗抵抗力都没了，没有抗体啊。一旦进入的话，美国政府凄惨了，所以甘愿也替你出钱啊，替你给你弄成变成非接种清净区啊。哦，哎，这里就是，以维持这样的话，他绝对也优越条件呢。我的米啊，弄会使你自由提出来，恁的米啊，袂使移动。哦，所以伊甘愿特地出钱，啊，维持伊的优越身份呢。所以直接来非这种清净国吼，弄会使卖出来。在接种清净国、污染国就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污染国哦，本来这是灰色的，这是黑色的哦。但是这种看你下面看别人讲，我到时候也讲我不爱哦。这里接种清净国，那像台湾，你讲要对大陆正式要引进因的家庭。不行，虽然一样的，啊，你台湾情况比中国较好，哦，台湾是迄个接种清净国，啊，你一个输入这里，他也说不可，所以这种灰色地带就是安尼啦，哦，看你要安那谈。啊！但是这里非接种清净国哦，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它有一个风险，都是用，就是安尼啦，都变成这无防备状态。啊，这里家畜拢暴露于传染病的侵袭啦。咱台湾1997年就是这样，以前一直拢无打疫苗，所以没有抗体。所以一进来，
很短的时间呢，全台湾拢感染着，哦，大家拢要会记哩啵。伊就是我伫日本，哎，我一直注视这情况，哦，伊就是安尼，大家吼在心会疼啦。啊，这个疫情就是。这三个亚洲三个重要国家都是安尼吼，这个咱台湾哦，本来是安尼啦，哦，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接种清净国，他不得不了。我弄个就吼，这真更小的代志，含我包含在内，我感到很害羞，因为你疫苗的接种，为什么还在发生？其实咱台湾咯，也得发生这个课题，啊，无正式发表呢。但是日本呢，咱才有这个交流协会，哎，伊拢知影这情报，拢报过去迄个日本的农业部，嗯，而且迄个伊拢会发布这消息嘛，哦，你本来是不应该再发生，但是你接种。还是会对发生这个课题，啊，我偷偷的跟人讲啦，痛都是因为这个所在。啊，时常了，台湾的桃园发生课题呢，但是咱国内拢无发表，所以这个袂使讲跟他怪这个兽医了吼，这個。所以这个，咱这个政府的责任也真大哦。到底有真正感觉到这个、有没有这个荣誉心哦？职业荣誉心，我既然打疫苗，一定要把它不许发生，要这样做比较高。而且日本呢？他从2001年到2010年这11年间哦，发生两改，迄就是人拢侵入，主要就是哦，因为日本什么都要用买的啦，连这个草啊有无，迄个甘草，你铺伫迄个地板上吼，马啦或牛啦吼，安尼倒的迄个草啊甘草，伊拢用马较紧啦。啊，结果呢，从别的地方带进来，两次都是一样，啊，被指定的就是韩国，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的原因呢，但是被公布出来的就是韩国，但是日本哦，他。这个民族性哦，就是咱应该学的是哦，有迅速又有下对策哦。普通时，哪一日发生了，你按照这个法规，下一感染的动物中小别以后，大家拢记住的，爱一当以后，再叫一个 IOI 啊吼来给你判断，啊，你大概提出数据说。这一年来我都没有发生，他才给你认定说你已经恢复非接种清净国了。啊，日本呢，以第一次发生就是2010年4月发生，但是隔一年2011年2月。咱国际上都甲承认讲，伊是清净区，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咯。因为日本人做代志确实，所以人愿意相信啦。哦，咱隔壁国家，为什么台湾做不到？啊，这些难来反省的所在哦。我一直是跟他这个公司性观念呢。九州的情况发生了，
迄中学数语哦，我迄个学生吼，拄啊毕业了，马上就去调去，去参加这个扑灭工作。啊，大家是精疲力尽，干一关了，而且呢，发生个难关，而是全国一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啊？韩国哦。甲日本相共，日本发生的事，伊也发生啦。两届拢安尼，这是最近的例吼，十一当来的最近的例。所以韩国最后也跟台湾一样，他放弃做非接种清净国，他放弃了，做不到，所以他就降低一个程度做这接种清净国。嗯，啊，可能日本没事，啊，日本全亚洲里头。唯一的会这种情景，以民族性这样，再加上他有钱了，所以能够做到。啊，既然吼，一旦发生的时阵哦，我头拄仔讲这个法定假日传染病规定就是爱安尼啦。就这个第一发生现场吼，就假如发生在这里，以这。十公里这个范围，所有的动物拢袂使移动，袂使讲要摕去市场买啦，或者啥物拢袂使，哎，停在那个地方。连一些狗也小工，鸡也小工，袂使移动，因为虽然狗啦、鸡啦、哦、猫啦这袂感染，但是可能也附着这个病毒，啊，给你带出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规定，所有家畜别再移动，哦。啊，这里即马就开始检查，兽医就进入每一个农迄个屠牧场去检查，然后一只，你看就有病状啦，哦。啊，是讲你用血清检查，那个呢检查出有诶抗体的时候。为着迄只鸟，你只这个农场哦，比如说有一万只，啊，一只有这个症状，一万只拢都爱杀，不能留。这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啊，这里十公里这个范围内吼，伊即马就是本这个例就是安尼啦。你想看嘛嘞哦，你讲。十只牛公，互你底下抬，哦，啊，你来威康啊抬呢？十只、二十只，你想象看嘛，三十只，看你爱偌济土地，啊，土地从哪里来？啊，所以有想象讲会发生伫我家，啊，你土地你买，不一定买得到，啊，所以这个牛底下在等到你杀。啊，有的牛，因为它伊无发病嘛，无感染，啊，真哩，嘛是伫遐探到遐被杀吼。啊，这个病因为我头先讲个杀伤力、吼死亡率真低，伊真哩伫遐在等的时阵恢复了。但是你仍然爱杀，这个法规是这样的规定的。所以伊若讲哦，这边。这边去造出这十公里的范围的时阵，伊就赶紧搁对十公里的所在哦，搁延长十公里。啊，这延长这个部分哦，家畜马上拢爱打这疫苗。一目的就是哦，赶快给它产生抗体。啊，所以这个病毒突破这个第一个十公里的时候，因为那边。动物已经有抗体了，所以别干讲，哦，啊，加把这个疫情的呢压抑下来，哦，但是哦，这个十公里的迄啰，拢抬掉以后吼，本来你打疫苗的话，它本来就不感染了，但是遐动物，你接种过疫苗的，拢得杀掉。那我杀掉的话，你就变成哦，
接种清净菌了，因为你打过疫苗嘛，所以杀掉以后，你即马都爱过惊这个 OI 来给你判断，讲好，你已经恢复清净了，哦，已经杀过接种疫苗的，也都全部杀掉了。所以要拿公没有这个接种疫苗没有杀除问题吧，还是变成接种清净果，你都被当做国际贸易。所以这个所谓的杀除分呢，这定义就在就是这样，你就是用电击的，而且给你注射这个毒药啊，有时候毒药啊吼，一打进马上倒下去的。啊！但是你打下去，你马上都要胃康都要一路啊，要打。哎，一只骨那么大吼，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看你爱偌济土地、偌济人力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过程吼，是真的是呼天叫地了。那个日本的一个农业部长，伊就是做副部长的时候主持这个宫崎县的扑灭工作，伊以后写一本册，那是足可怜的安尼，看这个农民哦，我。牛猪好好啊，都爱甲掠去，啊，得个抬。尤其是吼，迄日本迄个日本牛无和牛，因为和牛是非常贵重的家畜哦。还有一个宫崎县有七只，七只足出名，拢有名的呢，也是活动足好个吼。啊，伊一多只发生的所在的边缘哦。所以来无感染到，伊到迄个宫崎县政府马上甲把它移出，保留起来。啊，这全部吼，全部这宫崎县的这个清净工作吼做完了以后，伊是要提档的，但是日本的农业部下令杀，拢要杀。哦，这代志啊，好。在日本引起很多哈社会问题，大家哦，讲你不对，讲我对你不对的呢。但是日本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人太四四方方哦，啊，咱大家去讲无人情，但是法律就是安尼啊。啊，将这个代志哈。将这个应用在这个家畜这个法规，你看吼，用 SARS 哦，几年前啊发生 SARS， 你看用在人的 SARS 上面来看，你看这样合理不？啊，一波，你看应用在这人的一种，哦，什么国家为了保持 SARS 的非接种清净国，你国民袂使接种疫苗，啊，那一旦受这个 SARS 清净哦。要赶快要设立十公里的限制移动地带，然后人袂使移动，吼、哦。啊，这个反正啊，伊个通知准那就家庭的人嘛，家族嘛，哦。啊，是咧隔壁，那发生这个疑似分子或者是性阳性的，拢都杀掉了，哦。啊，这个为了防止杀子疫病扩散，所以。赶快要接种疫苗嘛，但是这疫情安定下来以后，接种疫苗的人也要杀掉了。嗯，啊，这里来自 SARS 这个污染国，因为是这里接种疫苗的，你别几百，不会有疾病。在家畜你也是安尼用，但是你啊用一人呢？你讲袂使，人会使打接种疫苗，就是对这个生命的观念就是
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男人说啊，这太离谱了、哦、当然一定会生气了。但是这种非情无情的事情，就在日本的导进这个攻击线的这个疫情里头，所以他杀了差不多29万头，这含没有，这含那个没有发症的动物，然后带地。这29万只要吼，不是跟他带这牛呢，遐个这吼，迄个跳山界农民呢，目屎，吼，伤心、绝望、万幸吼。啊！个这尊严，这尊严就是兽医的尊严啦。兽医本来是要救动物的，啊，结果兽医拿毒药、拿电去杀这个家畜，所以他们在心里面的考，阿、啊、为真的是说，我做事为干什么呢？哦，这非常悲哀的事情。而、啊、且台湾在1997年发生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伊嘛是应用这个法规，啊，我会记得吼，迄时是台湾吼变成在有生命面啊，变成像物质一样，就像像迄个德国的纳粹吼杀犹太人，杀差不多6-7万人的时阵，伊对这人的生命看成啊像习惯了吼，所以麻痹了。啊，像一个安尼插口安尼，给你修吼，哎呀，就变成这个对生命的伦理啊，也都毁灭掉了。然后，虽然经过遐尼悲惨的清净工作吼，日本到底真正？成为非这种清净国了嘛？哦，因为呢，偶蹄动物不只是牛，而是鸡，而是牛啊！你在野外的话，要压低呀，有落啊，哦，啊，这不能摘的。你既然说要全部喷杀掉的话，这野生动物你也应该杀，结果你杀不到，然后你可以说是清净了吗？你可能咱们召集的这个野生动物界啊，变成慢性化啊，这一直在蔓延也说不定。因为有一个证据就是，一个农场的吼，外靠稍微外面一点了。有一只啦，一只鹿啊死掉，野生的鹿啊死掉，啊，这个都可以暗示，可能你就是还没有清净，嗯。所以哦，这代志一个观念就发生，感到像这个发生这个国难一样。啊，你呐，发生在这个2关、3关、4关。或者是全国的时阵，你到底边啊？啊，日本都几乎没有有蹄动物啦，哦，啊，台湾嘛是安尼，所以台湾难怪吼、哦，你这种疫苗仍然在发生，除了还是偷偷的引进，让隔壁国家的东西。污染的东西之外，也可能已经慢性化在台湾了。啊，上届吼，靠我的时候，咱台湾发生的这一次的时阵，咱的养猪产业在崩溃掉。啊，所以啊，起底啊，那啥，咱来看走去大陆去，看这中国，啊，底下起。啊！伊有当时啊，伊定期都会倒来台湾嘛。伊当然摕伊遐个物啊，遐猪肉、烟肠摕倒来啊。啊，就这样就把它病毒要拿进来了。
这条路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哈。啊，这个孙信哈，大概较有名的一寡就一只啦，这哈，时常伫这个非洲哈，时常在发生，但是无统计。啊，幸好这是最近发生的，啊，较有较统计数字哈。伫这英国，就是2001年发生的时阵，伊杀了差不多，我讲658只千万只的牛猪啦。哦，啊，这根据损失哦，85亿英镑啊，以当时的汇率来讲哦，代表是它7000亿，7000亿啊。为着干那要清净安尼尔，因为国家根本无这个国家意识没有这么高吼、哦。啊，咱台湾呢，一日就是只要讲台差不多400万只猪啦，啊，经济损失了100亿。但是我去查的时阵吼，咱这个是学术团队下一次来的，讲600亿，但是实在是讲。69亿美金啦，69亿美金就已经超过1000亿的那个代表呢。咱按照这法规做扑灭工作，损失这么多啊，仍然还在发生哦。这点是咱一定要反省的所在。啊，这攻击性一观念哦，伊杀了就。29万头了，经济损失是1235亿，差不多410亿代表。啊，汉工呢，以为才差不多300万只哈，啊，经济损失差不多500亿代表了。啊，这可能不是讲伊无包含工吼。所花的迄个油啊啦，吼，啊是迄个加班费啦，这种无算哦，可能补偿这个家畜损失啊那点，所以可怕可不可怕？你要按照迄个法规，一定就是这样。哦，啊，这里日本。以这个农业部的统计吼，伊在2008年，伊做这个，因为伊是非接种情境去可以做畜产品的贸易。以2008年，伊贸易额是150亿啦，哦，啊那是，这是包括那肉品啊，加这个活体哦，啊那。含这个毛皮的毛皮的只要它输入台湾来，输出台湾来，对，差不多93亿万。啊，他昨晚他在讲哈，他一个县的发生的话哈，伊咪是跟他讲，今仔日你清净了，马上可以做这个国际贸易，但是。不会马上恢复到以前的那个而已了，对，慢慢，差不多经过五冬，你才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哈。啊，那五年来这损失个加起来都差不多是830亿。这个结果就是呢，我今麦在批评就是讲，为着这个特斯拉迄啰，为了这个贸易额。你冒这个危险，一个县呀，是吧？呢，哦，啊，不是干那呢？哦，我这几家这续租的哈，假弄哈，这才是无形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爱认识一个事情，时代已经变了。哦，这是20世纪时阵，20世纪初期就开始有这个法规了。
有这个法律。但是今仔日这个 WTO 的时代，安那你知道吧？这个物流，咱即马呢物流物啊，你吼，这贸易时代物流啊，人会进进出出，吼，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时代，是吧？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就表示说，一个国家的门槛，本来这么高的，你不容易进来，现在降低这样，很容易跨过去。不只是这样哦，那基本上个恐怖分子活动的时代，是吧？到现在还有恐怖分子在活动。我是一个微生物专业的，哦，我那个1988年，我有去那个西藏拉萨去参加这个牦牛亚洲牦牛会议，而且是世界粮农组织的亚洲代表也出席。就是我曾经敢问，哦，现在假如是我对他是澳大利亚澳洲的出生的人，啊，你能打造怎样工作？澳洲是这个畜产立国的，哦，所以对这个传染病非常敏感。我敢猛攻，假如我对澳洲有怨恨，哦，我偷偷的拿一个小瓶的这个微生物，你看不到，哎，玻璃瓶一小瓶。我去把它给你压着了，你根本没有接种疫苗嘛，所以都没有抗体嘛，一下子就传染过去了。你怎么办？你说就是为了这个我们非常头痛，哦，啊，就有办法不？你说只有怎么样呢？比如说以前，哦，澳洲比如说这么大，啊，一个分，哦，比如说分四个区，哦，在这里区发生的话，哦，他就在这里采取这个防疫活动。刚才讲的那种10公里，他说现在不行了。现在以前是1/4的话，现在可能要1/8、1/16这样，分越小，所以一发生马上，立刻现场马上把它解决掉，不允许它出来的。他说我能够做的只有这样。他说要打疫苗嘛，是吧？他说打疫苗的话，我们国家就经济就不能立足了，因为靠这里羊啊，只要靠羊啊，啊一部分靠牛，哦，所以他需要保持这里非接种清净国这个身份。所以这个可以想象是他们的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啊，上面人规定呢，就是这个法规嘛。所以这一次钓鱼台的问题，日本跟尤其中国都痛恨的是日本。因为要整日本很简单，他们也有微生物专家，哦，他们一进来跟那个哑哑的，你日本就说再一次像宫崎县那样，哎，跟你全国跟你哑看一遍呐，啊，就变成日本全国就没有奥体力了，所以这两部一届经验中的教训哦，日本还是会维持非接种清净国的身份，但是我是反对。啊，幸好咱台湾采取接种，只是我不高兴的就是说，
咱一直要恢复这个非接触清净的身份，就是没有做到，啊，不得已才采取这个接触，这个我觉得不值得太高兴。啊，这里吼，大家唔知有记忆无？以前我们大家都要打天花的疫苗，每一个人都要打。啊，你要打了一次疫苗的话，差不多可以维持终身免疫了。但是这个 WHO 里头，世界卫生署。卫生组织，你家上面人什么发想？一个要将天花从这个地球把它扑灭，啊，真的开始做。然后大概在1978年宣布说，我们已经将天花从地球上扑灭掉了，所以大家不必再接种天花的疫苗。所以1978年以后生的人，我相信都没有打过这个天花的疫苗。以上的应该都要打，我小学的时候都打过，所以这个疤痕你还在这里啊。哇，大家都高兴啊，哇，我们终于达到这个目的了。错了。没有那么可以高兴的事情。第一，进入这个恐怖时代，哦 ，terrorism， 天花的这个病毒现在只有两个地方保持，一株在美国，一株在俄国，都在实验室里面冰冻起来。尤其是俄国，迄个在保留、维持这个病株哦、毒株的这个科学家，也是一个技术者。那讲一个迄个恐怖分子，像以前的Bin Laden 哦，他已经被杀掉了。他拿差不多$500,000来说，我给你这个，你那一株给我。你看他打动不打动，5000万太少，好，我给你1亿美金。中东的人有钱啊，我相信那个人会心会打动。假如呢他好就给你了。他一来去他压出来，全世界没有接种这个天花疫苗的都要感染，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制造那个环境，不打疫苗的环境，啊，让很多人，绝大部分的世界人都没有这个抗体，所以那个变成一个恐怖分子的武器啊。而且最近，也不算是最近了，哦，稍微之前。已经晓得非洲有这个地方开始在还是出现这个天花，这老天爷给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公益了呢，不是公没意义的。好，那公我不能够将这个疾病全部把它消灭掉的话多好吗？我跟你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老人啊，哦，还是生命一定要有循环，年轻的代替老的吧，哦，我们家就那个维持了。现在你看，南东扩油啊，咱呢本来以前的话应该走人，还因为油啊的力量给你维持在地球上。所以现在变成拿来那些老人社会，
被维持的老人社会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小，那没有这个活力的话，你怎么维持这些福利呢？所以还是我们要回归，要知道我们有生命的东西总是有一个期限，期限到了就走，这个还是健全的观念。所以从这个有人之前就有这个微生物，比如说天花的话也可以感染牛啊，牛那个天花本来是从那个牛那边出来，然后疫苗也是从牛痘，有牛痘、鸡痘、人痘这样都有，这个都是互相关联的，别再说我人家里都好，不管你大家，这样会破坏这个连环连锁微生这个生物的连锁。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日本的海关的兽医他们是真是疲于奔命的。南美去日本的时候都会听到奉上肉品不能拿进去，要拿进去的话一定要拿给日本的海关检查。我跟你说你要去检查一定没收了，他不会让你通过的。尤其美国任何畜产品都 不许，甚至日本的东西 他都不允许你带进去的。虽然日本是非接种清净最高身份的，不过美国就是不一样，因为美国的家畜太脆弱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抗体。所以假如一旦受侵入，你给它做把它扑灭掉了，你能够保证它不再进来吗？可能你今天宣布说我已经清净了，哎，明天就进来了，你还在也一次吗？因为这个 WTO 时代不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威权时代，你被走私，你靠近海岸，人家就把那机关枪把你射死了，是吧？根本没有机会。现在呢，很自由。所以，咱有一挂台湾的留学生吼，去日本留学，伊出来度假以后，拢摕台湾的肉品吼，尤其烟肠啦、肉干吼，拢会带进去。我觉得这种态度没啥好，虽然你爱吃，你的朋友爱吃，但是人家一旦因为你的缘故这样发生的时候，他多少家畜需要被杀掉。所以我是反对这个法规，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说让我们等来这里医学的原点，一个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是什么？就是防范胃病。怎么样防范微生物的话，就是用开发疫苗接种疫苗。现在咱有那个口蹄疫疫苗呢，有疫苗为什么你不会用？那个帮他帮开开，让病毒随便进来，进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杀，杀完了以后还是进来的机会很大。现在情况咱村里有门有锁，你不会要关门，不会锁那个半规规啊呢，像小偷随便进来，请你随时进来啊。所以，咱都要回归
预防医学的原点就是打疫苗。哦，啊，这个胃病这个思想其实都对这个汉药来了，中医来。哦，咱就是吃补。哦，难怪咱的思想里底吼，爱补身体吼，吃补，这个思想很发达。哦，就是直接就是用药物啊来顾身体有用，啊，只病入来，它可以抵抗，伊才袂发病，这叫胃病。啊，所以咱知影讲传染病已经进来，那我们就打疫苗嘛。啊，人确实在打疫苗，但是为什么不许家去打疫苗？啊，坚持这个法规的国家都是那几个有钱的国家，因靠那的。所以咱亚洲，虽然亚洲除了日本以外，拢一路拢污染国或者接种清净的灰色的清净，因为有这个法规原因，大家拢袂使袂当互相做贸易。啊，其实你甲我是相共，但是。没讲咱来做贸易，甚至非洲啊那些，我也是也到处的全几乎整个区域都是污染区哦。但是我讲，那些家属在打疫苗，啊，结果可以那些畜牧的人讲，哎，人规定讲不使打疫苗，这样，真是莫名其妙的。哦，大家拢想讲。这是世界共同的法律，所以咱得遵守。安尼尔啦，啊，拢无想讲有啥物意义，啊。所以这个打疫苗，这是咱预防医学王道，哦。啊，家庭吼有一个病，一定爱打疫苗的，不然就话你别当掉嘴，也别当掉入来。第三名是狂犬病。啊，美国你看安尼吼，其实美国是迄个狂犬病的污染国家呢，他没办法清净，是安怎？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它森林很大，啊，里头有一种吸血蝙蝠啊，啊，吸血蝙蝠可以传播这个传染病，都在野外，所以虽然。因的狗啊、猫拢有打疫苗，狂犬病疫苗，哦，伊个蝙蝠来吸的时候，可能可以预防。但是伊在自然界，吸血蝙蝠咬一只牛，一只牛就得狂犬病，啊，都狂犬病个牛个血，把个蝙蝠又来把它吸掉，吸了，啊，伊就带菌者这样。所以，同样是动物，但是方便，比如说方便美国了哈，伊都规定要打疫苗。啊，打疫苗其实是不是坏事情了？既然按你的话，你应该适用全部的动物，按照意思。所以我说 yes or no， 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这个现在的法规，我们一定要把它改变过来。啊，但是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你我同事你也讲，伊嘛是讲，都法律安尼规定，有什么办法？伊都想不开。所以我在开始就发声，啊，当然也给红攻击了，但是不要紧，哦，我觉得这是王道，我们一定要做。啊，因为安尼吼，有这个法规缘故哦，咱台湾有真好的物啊吼，袂当提出来。
可能大家毋知影，咱台湾的吼山羊啊，山羊啊产业是真先进的，尤其这个羚羊啊，日本人专家来看看台湾的羚羊吼，产业这么发达，一家起来讲，我们至少是吃了日台湾最少20年。哦，因佩服的那台湾的这个羚羊产业，啊，咱的肉羊哦，就嘛无必要啦，迄个咸吼，有迄个风味，羊啊风味，啊，那动物若无迄个风味，你来食啥物？哦，牛有牛的风味，猪有猪的风味啊，啊，羊啊羊啊风味没有关系，但是咱得分别讲迄个膻味、咸。哦，地沟油啊，什么一类油哦，那是另外的。现在台湾的山羊吧，可以做到无迄个油，有迄个风味，但是无迄个油。羊奶也相共，但是我会使讲，咱的山羊奶的产业哦，青价、青啉，这个产业世界第一。咱差不多18万只的羚羊啊，法国有700万只，哦，但是法国的羊奶是主要做乳酪、cheese，因在无得食这青羚，那青羚这个世界的话，台湾第一，这是咱的迄啰，啊，日本呢？日本有羊啊，但是日本的零八羊、零羊加起来哦，全国差不多35000只尔啦。啊，有的人讲哎，太济啦，差不多30000啦，哦，安尼。啊，有的讲差不多1500000，1万5千只尔啦。伊嘛拢无统计，因为无人在得管这个羊的管理，哦，所以无确实的迄个资料。但是，因比咱较发达的，就是伊做这个羊仔奶的起司、乳酪。这个乳酪的做得很不错哦。诶，做东京的外国的大使馆弄一个早期的，伊伫个水户市哦，东京隔壁馆早期家也去卖，但是因无量也无够，羊奶无够。啊，所以冬天伊就开店烧伊，无冷啊，哦，啊，就开店烧伊，底下无代志通做。但是，假若没有这个法规存在的话，台湾的羊奶可以卖出日本啊，安尼行不出去咧，就是因为咱卡伫遮啦，卡伫这个法规，那是接种清净果。啊，咱有真好的肉羊的种，伊就适合热带、亚热带台湾的天气。所以，东南亚遐国家是安尼，爱咱的羊啊，爱到要死哦。伊拢派哦，像越南、菲律宾、印尼，还有柬埔寨、柬埔寨，哦，拢派人来接这。这出境呢，咱台湾出境，但是因为咱卡在这，所以别再行不出来，哦，所以我即马就是讲，日本你若无要听，要做伙来行的话，我甲你除外，咱亚洲其他的国家，咱大家来规定，咱打疫苗。大家打疫苗变成同样的卫生部，哦，啊，咱家咱中间大家来做贸易嘛，哦，反正也是污染国，啊，你打疫苗就变成接种清净区嘛，啊，接种清净区就互相来做贸易嘛，这是我即马在想的这方法，就是这样。
啊，真趣味代志吼。既然这个保留是吧？保留差不多才一兆30万人口的款啦。啊，伊无脱产啦，但是最近对台湾的羊啊有趣味。啊，一个上议，一个参议员，伊只写批来，阮这个山羊会，讲要提一寡资料，快当将台湾的山羊产业引进保留去。我想讲，这就是机会。你若袂，你同意阮的提案，我们互相，哦，阮的物也当提给你啊。啊，保留是一个观光地，现在欧美的人很多很多来度假，哎，欧美人都是安那，你爱吃红酒嘛，葡萄酒，红酒越高级，它的佐料最好的就是山羊、猪肉、鸡肉。那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增加哈。山羊啊，诶，数量，搁生产第一个羊奶零来做羊奶零起子，而且摕去保料去卖嘛。啊，起子的价格就是比迄个青零吼，咱即马青零一罐180-180cc，啊，28块是无？差不多安尼。你，迄附带价值可以提高到5-6倍。假如能够把这个法规把它撤掉，咱除了日本以后，咱同意大家来打疫苗啊，啊，互相变成同样的卫生度，啊，你大家拢好啊，台湾好的命会当好你，哦，啊，你会再讲买命嘛，啊，啊，亚洲。那情况，咱属于伫哩，家己一北是咧亚热带，家己一南是热带啦，哦。咱有真好诶物啊啦，那已经大概吼，大概呢一当差不多一当半后吼，咱可以推出一个品种，哦，它本来毋是迄个热带的。我们已经改了一种，可以耐热哦，耐热还够可以产生很好的乳量。但是你开发这个有什么用？踏不出去，可能是台湾来电你啊，是吧？经科学堆积哦。我这里。目标就是这样，大家都做成接种清净果，来做这个去产物的贸易。所以因为有这个，虽然像台湾呢，你接种了，大部分的都有抗体，可以抵抗发病，啊，不会接种的可能发病。那这样的话，杀了一些少数的，也就可以，少数的发病的就可以，没公安的也好，按照这个规定，全部要杀，这非常不人道的事情，浪费这自然的一路，尤其这里哦，生命伦理观，这个伤害太大了。我也记得哦，南发生可第一的时阵。有一个民进党的地方选举的候选人，伊载一卡车的伫遐行，啊，到伊对手呀吼，伫遐行行来一直跟，变安尼的，还蛮性命呢。啊，因为这个缘故，就变成很贱的吼，这种破坏咱的生命伦理。咱都要知影，咱在这个
起码大家拢讲，也要讲地球村嘛。那意思就是讲，反正在地球上有的东西都是必然存在的，有必然的理由，没几行浪费，而且没意思意义。这里我想到一个哈故事，日本的昭和天皇，这个人哦是真朴素的一个人，哎，专门在做这个哈植物的分类啦。啊，有一届哈，一个随从在散步，啊，在看看有什么新品种嘛，在看。啊，伊一个随从一个讲。哦，这个杂草什么什么说，讲杂草的时阵，伊甲讲，这世界地球上没有杂草，都有意义的东西。嗯，我听了非常舒服，很感动哦。所以咱每一行拢有存在的意义，别再讲，人是最高的，什么都可以支配。这种观念从哪里来呢？从欧美人的观念来的。这欧美人的观念从哪里来？他误解这个基督教的圣经里底有一句说：“上帝创造这万物和人管，而且人变成了欲求那样。”其实这个精神不是安尼。每一样东西你也讲，吼，比如说，大家拢叫咩，不爱迄个昆虫来食伊蔬菜、伊水果，所以拼命的喷这个药。好，你杀死了这个昆虫，有一天昆虫真的没有的话，你怎么样授粉？啊，你水果从哪里来？你等于叫扼杀自己。所以美国的有一阵，好像去年的事情，突然发现，怎么蜜蜂减少了超过一半，就能乱用农药的缘故了，哦，也最后哦，都会回到人来，你就要来抓油啊，这油啊，这么火水来给你滴下来，下来脱壳。啊，这火水将这些农药带进地下水脉，啊，地下水脉个哩，造就你的井，造就你河流，哦，啊，小鱼吃，啊，中鱼吃小鱼，啊，大鱼吃中鱼，啊，最后大鱼呢，人吃，又回到人来了。所以你干那人干那为着家己做代志时，就一定会受报复。所以现在讲自然在反扑了。所以这些问题哦，还是跟一个宗教观念有关系。我记得吼，我做囡仔时阵。释迦牟尼讲啦，讲你读个经才有一个神，这个记录你每天的行为来记录，而且定期会到那边去报告，这就是将来你会报报应的东西。所以，伊这是咱的观念里头出弄不起啥物事，有一个讲轮回，那个报应，这两个是一个两轮，一个车子两轮。缺一不行，那缺少一个轮回的话，你因果报应就没有意思。啊，你有轮回没有因果报应，也是没有意义。哦，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他想的非常，他想出来了嘛，领悟了，这道理他领悟了。所以佛就是觉醒觉悟的意思，哦，叫佛子。啊，大家这么人哦。侬敢能看金钱呀？哦，啊，像日本有钱，伊怎家己不爱做菜，伊偏偏要去中国，要从泰国哦，叫因做，改个规定在
种这行，安尼做安尼做，我才要甲你买。而且人家有外汇可以转啦，伊即马本土种都不要了，他专门种迎合人家的需要而且种。啊，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像这个大家晓得的绿色革命嘛？绿色革命就是以前亚洲哈、哦，那里50年代、60年代都是还是吃不饱的时代。啊，我这里一个科学家、农业专家，他以后都拿到诺贝尔奖了哈、哦。伊在那育种一种，在菲律宾的稻作国际稻作研究所育种一种的稻米呢，一稻呢，一几岁吼可以产很多很多这个那个米粒，哦，啊，但是这从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呀，他不晓得外界的自然环境，哦，只是说哦。它这一颗可以产很多米粒，所以可以增加生产。但是你要生产这类品种，一定要用很多水、很多肥料。为了这个缘故怎么样呢？所以开始来做，水坝。水坝就是破坏自然最最的人。然后呢，肥料呢，你用有机肥。以前都是用推肥，现在来不及了，要用化学肥。好，就嘛将来向外推广，哇，面临的是什么？就是虫害、病害。咱台湾的本土种呢，你没用油啊，当然伊常来来给食。但是无遐严重，啊！但是你即摆用迄个新品种，唔得叫做 IR8， 嗯，伊即摆在用，他对这本地的嘛，本地的无迄个抵抗力嘛，哦，所以即摆在用真济农药喷杀虫剂，杀草剂。啊，做出来物啊，无食啦。嗯，啊，最严重的物啊，就是啥物事？伊即嘛吼，比如说咱台湾有台湾品种对吧？咱的品种会适应，最适应台湾的自然环境，不管疾病也好，风土病或者是虫害也好，最适应的。因为咱经过好几代这样淘汰下来。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嘛，啊，基本上吼，也许认识出来的，他对每一个国家的环境都不适应嘛，所以你才扩进这农药来维持，啊，就变成哦，全亚洲做同一个品种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呢？哦，你讲这东南亚遐贵亚的国家，大家拢同样品种。这样嘛，就嘛，在这里印尼，假如发生这个病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品种，所以一下子全亚洲都一样的稻米的稻作的这个疾病，而且一下子全东南亚全部都是变成饥饿、饥荒的国家。啊，你来用大家国家都用伊的品种的话。你不怕嘛？你生你的病，跟我没有关系，是吧？啊，这我没经验啦。在非洲的时候，我经验到，因为美国人来看这个非洲哦，西非的米亚真很有趣哦。西非中哦，迄个不管是家畜也好，人种也好，都真很矮，细甲真矮。啊，东非洲就不一样了。我说人家很高哦，哎，家畜也很大，所以美国人讲，哎，你这是经过世界啦，我到家好哩，哦，所以美国农业部有一个叫做 Heifer Project，
也就是他国家赠送你有怀孕的，还未生产的母牛，但是怀孕，他赠送给你，他就是你就是繁殖这个，或者是改良你本地的。这个赖比瑞亚，我在的国家，我去主持这个家畜发展计划，但是我是第二次，1960年代就已经有过一次。结果美国政府给他赠送六品种，结果没有半年全部死光，都是黄土病。他们美国是都没有病，所以这都没有抵抗。这一进来，全部灭光。我去的时候第二次，所以部长告诉我，你还得等到你家己的牛来保护人家。我就想，姑姑怪太太还讲这种话，那当然嘛。所以我这个问我是什么原因，伊才跟我讲安尼。啊，好了，我尽量做了。所以我才开始在调查个过去发生什么病哦，而且有一点概念，才知影啊，应该就是要注意中这个病。啊，结果来了第二批。我主持，我迄命真正伫遐消磨到要死。我那么年轻，我27岁，35岁去，遐嘛起心脏病。同样的事一代志哦，伊要发生这里隔壁国家，这个象牙海岸。象牙海岸是以前是迄个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有迄个兽医有啊，拢伫啊。啊，赖比瑞亚是独立国家嘛，直接国家啊伫啊尔。啊，法国伊嘛曾经也是讲要改良本地种的牛，也就西非就有两个品种非常好，叫做恩达玛，另外一种叫穆图鲁，这两种啊，都是小小的。我们这个方看不起，啊！结果发工哦，提来，我国全部死光，啊！所以人家好跟本地种交配，用杂交，哇！就把底下的试验场杂交出来嘛，啊！试验场养的好好的哦，哎呀，就把才可以推广了，推广在乡下去。推广这些乡下去，不外顾，全部死光。因为呢，试验场的地方，你有设备，有兽医，有药，可以整养的很好。你乡下，什么都没有嘛，都自然环境，你都对啊，你都死啊，这没有办法。所以结论是那种，都要尊重本土的品种。因为一直淘汰下来，留下来就是最好的、最适合的环境的东西嘛。所以，咱大家一定爱咱的本土种的，哦，卖嫁派这些农民哈，我大家种细碎好看头的，迄种几乎都是改恶了，不是改良，改恶。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讲遮啦吼，咱都爱护咱的品种，其他问题有机会我会讲吼。啊，甲这里目前就是这个法规吼，甲咱迄落咱的畜牧，甲咱卡的啊，所以咱在大家在想吼。唔通人云亦云，都世界大家拢安尼，别说。美国有美国的条件，啊，咱上届派的代志就是咧官厅的人，啊，人美国都安尼啊，人美国人安尼讲啊，咱朋友啊，美国有美国条件，咱有咱的条件。美国也是做英国来做原子弹实验，
啊，台湾会使哩无？美国做会到哩，不一定你做会到嘛，啊！所以咱伫这个环境，咱在想咱的环境是啥物？啊！所以这个他都在讲这个次要的问题，就是安尼。那一定爱活用咱的迄啰。去年前半年，美国闹旱灾。有36州旱灾，结果呢，减产玉米大豆，减产，所以也国际市场会价格哇提高了。我相信在畜产业哦，饲料为了饲料，大家头疼的是，你饲料那提高，你畜产品价格才提高嘛，你畜产品越提高，这个消费者就越减少。那根本就没办法发达了，哦，啊，畜产的上界最大的迄个成本，哦，就是饲料啊。所以，我即摆同时在提倡讲，大学的教授一定要研发出台湾的农产品做的饲料，袂使阁依靠美国的。所以我今天讲到这，不知要多少时间啊，那我的时间咱来对谈一下，哦，我有一个问题。好，刚刚教授讲说发展台湾本地的畜牧业的饲料，但是现在问题就是通路的问题。什么问题？通路啊，通路，嗯。以后咱来用咱本土开发的饲料，成本一定低。咱的畜产品价格低，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另外，美国有发生这个狂牛病，哦，一狂牛病出来了，结果呢，台湾的牛产牛产品就出来了，黄牛，台湾黄牛，即马大家拢买台湾黄牛。哦，我顺便提这个狂牛病吼，是安怎在出这个狂牛病？这是一种的抑制蛋白啦，但是大家唔知影讲这抑制蛋白伫对来。但是你要想哦，美国就是迄个经济利益至上的，吼，哦，你一即马那里着？要较紧，给你送出去市场，诶，理由就是要减少这个饲料的成本啦。所以哦，伊即卖给你打生长荷尔蒙，啊，这生长荷尔蒙一加啊真紧嘛，真大，不过几个月就给送出去市场，啊，接大家，啊，即卖咱。这消费者已经症状就出来了，什么症状呢？你看那个差不多七八岁的十五斤啊，哎，开始有退休了呢。啊，十五斤呢，开始另外在大了，这真正的代志哦，开始就出来了。这种人为的都是要做受害者在这里，啊，这里。狂牛病哦，这个抑制蛋白从哪里来？我一直想哦，就是这样的。本来的这个牛是吃草的哦，哦，吃草的。哎，这把饲料来，这给你放什么呢？放着一些动物性的东西，哦，啊，这动物性的东西只要是什么？草食兽骨、牛的内脏，美国人不要吃内脏。所以，遐肝脏啦、肾脏啦、肠啦这些，佮你用掺类作为饲料添加物，佮你掺入去。啊，这变了就强迫草食动物吃动物性的东西。啊，唔是干那安尼哦，食佮你同类的东西。所以，从在体内演变出什么？你
刚才说想，刚才也想这条路呢。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即马狂牛病出来，啊，人人吃，啊，人发病啦。这是什么？这老天给人处罚了。他自然力，他应该设定在那个地方嘛。你假钞就是假钞嘛。你为着这个人为的，你要赚钱哦。你就给你用这种人工的方法，所以现在那些大企业那方便他从可以买几百万吨的饲料出来但是咱一旦出现这个咱本土的农产品作为饲料哦，咱的畜产品可以更价钱会降低，而且是我们的东西。自然的米啊，最适合。那像讲咱伫台湾出生，咱食米、食饭、白饭，这是咱上可以的。有人爱食这个面包，但是你面包和你食一个月好不？你冻会掉无？但是咱食白米、白饭，食一个月你袂感到厌，这是拢适合。咱就是这个环境，安尼活来，所以咱食咱的米啊，上个适合的。啊，美国人食因的米啊，上个适合啦。因啊，食咱的白饭，伊食无一两天，伊都无法度通啊维持下去啦。所以，伊就唔免烦恼。这个，尤其这个美国的饲料吼，这个。大豆啦，这个玉米啦，这种是要人的假的米啊，主食呢。像东非洲的主食就是些玉米，但是即马全世界有这边60%、65%个人诶，来这操作10亿人，不是这20，就是这饥饿，就是这营养不良，操作10亿。啊，你既然用迄人做主食的东西，有一些人都。不能吃的，你要加去吃，哦，啊，你才提这个肉来吃。现在要维持咱的健康已经超过了，啊，变成了呢，变成这个肥大了，吼，大家拢变成现代病，这是一种很讽刺的事情。啊，美国是就是经济利益至上，哦，啊我。美国的朋友是不少啦，啊，我美国人迄个单纯的所在吼，哎呀，有一点喜欢啦，但是谈到这个什么头脑筋里头的都是赚钱的事情，我就很排斥，拢是美国人搞派啊，啊，所以即摆变成啦，美国人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在大家在感冒，是吧？变成这样啊！美国这些不动产的公司在那边倒闭，为什么是影响到全世界经济？是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爱尊重咱本土台湾，哦，这是咱将来开一条路的路。你想好买呀？你即马拢靠这个饲料吼，输进的饲料。啊，咱台湾是岛国呢。啊，你个封锁从海上或者海下，吼，用这个潜水艇给你封锁，对吧？这饲料从哪里来？咱的米从哪里来？咱大家的身上的自供自足。啊，我即马是这米，咱是可以自足。但是你没有动物蛋白的话，那不能保持健康。咱平安阿兵哥，假如那不吃肉，你靠好的武器，你也袂当战争啦。所以记住，咱爱保持咱的动物蛋白。这个动物蛋白是什么？牛吗？不是。鸡吗？不是。鸡？不是。羊啊？因为羊啊，想看免。你个半夜一只草就死了，对吧？啊不，因为你可以做那个乳肉，我们可以保存起来呀、
这种唔免惊讲互控制啦，咱家己会当主宰的哦。啊，这所以我即马有甲这个农业部，咱的农委会，我讲啦。现在中央政府哦，啊，甲地方政府爱配合起来，农业单位也配合起来。现在台湾凡是有空地的，啊，就荒废的地方，你不管啦，一直压，一直种这个牧草。啊，你个下十担不要紧，你在地下伊那发，伊就是水土保持，给你保护你的山崩哦，土流。他可以保护，一旦有事，他马上可以就放牧地，是吧？那你讲啥咪？那至少有羊吧，而且今麦台湾的羊啊，把生产技术顶尖的，大家拢可以吃，很高兴的吃羊吧。这个是羊吧，大家那也唔知影讲哦，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咱台湾有叫做为了中华养羊协会，有时候发一挂迄个什么什么叫啥物，迄标示吼，你要看，我你知影讲哦，这是咱台湾本土的羊肉吼，啊，你去食看卖，真好食。迄个澳洲、纽西兰进来的羊肉确实比较便宜，大概台湾山羊肉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你看也还有那个很，啊，为什么澳洲、纽西兰的羊肉，他们主要是绵羊，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因钱嘛，就主要被提的皮毛，啊，皮毛提了，剩下的羊吧，一些副产物了，这俗俗个没出样的，所以我跟他这些主旨就是讲。咱爱，你若爱台湾，你就爱台湾的本土的东西，哦，啊，莫安尼，拢无经过思考，人家好好，那就听着哦，这个拢害咱家己，哦，所以将来咱啊，真正变成一个国家对吧？哦，真正台湾国。咱就要走我们自己的路，那什么合适什么要这个合就不行呢？那已经吃饱饱的人，哦，已经吃饱，无做袂善意啦。啊，但是你也想过嘛嘞哦？哎，要时间无？我哦，是的，是的，哈哈，哦，자그립今日休困食饭，各位同心注意一下哦，有上过高级班的，请来直播台只签名，谢谢。